谢谢。天籁之音，天赐有机，欢迎收看由限定原产地牧场的经典有机灌奶播出的。我讲什么了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以看着念吗？可以啊。天籁之音，天赐有机，欢迎收看由限定原产地牧场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的歌手。我是音乐串讲人安琪拉。我其实蛮羡慕台下的各位哦，你看一零组的放寒假，二零组的论坛婚嫁，三零组的计划度假，四零组的等孩子回家，五零组的索性不等孩子回家，直接奔来长沙看歌手。